第二课，你早上几点起床？起床，起床，睡觉，睡觉，早上，早上，晚上，晚上，到，到，呢，呢，要，要，你早上几点起床？星期一到星期五，我七点起床。星期六和星期天呢？星期六和星期天，我十二点起床。妈妈，今天晚上我可以不睡觉吗？你要做什么？我要看小鱼几点睡觉。我早上七点起床。今天晚上我可以不睡觉吗？你晚上几点睡觉？